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过去的某一时刻，你做出了另一种选择，那现在的你又会怎样呢？你会选择熟悉的陪伴，还是怦然的灿烂？你会选择安然的接受，还是率性的出走？可是我现在也别无选择。你口口声说别无选择，究竟谁在逼你啊？现在我有这个机会得到他的尊重、权力还有地位，为什么就不能支持我？你有你的身不由己，我有我的无可奈何。灰姑娘的12点总会到来的。其实，现在的你和即将发生的一切，都会是来自于答应你的选择。而你决定好了吗？